荡，张一张，谁是后怕党，愿打也愿挨，天下无双。爱不爱拿起来往哪儿放，总有人敢做却不敢当，想一想舍命拼一场，靠的是智商还是心脏，算不清那多情，笑着倾倒上浪，能不能一人一半别来账，弯不转的缘分，劝住你我不凶忙，碰到谁心花怒放，爱不爱能不能潇洒的下场，笑着倾倒上浪，能不能一人一半别来账，弯不转的缘分，劝住你我不凶忙，碰到谁心花怒放，爱不爱能不能潇洒的下场。面子，把头转转吧。我要所有的男人都怕我。我要所有的女人都怕我。你呢？现在只要是人都怕我。八、九、六、十。已经十分钟了，到目前为止没有引起任何的骚动，这下你总该承认了吧？是该承认了。混入男厕所那么久了，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我是女的。干什么？不干什么，想你离开这里。离开？什么态度啊？你什么意思啊？放开我！我们这里不欢迎这样的客人，也不想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就是这意思。告诉你们啊，你们不可以这样对待你们贵宾的，把你们老板叫出来，快！我们这没老板，只有主任。好吧，就把你们主任叫出来，我让你们俩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什么事儿啊？为什么大吵大闹的？啊！这人一大早就来探头探脑，我们正在进行盘问。主任，过来这边。哎，你看我有多帅 ？OK， 其实我是过来领奖的，我是故意穿成这个样子，我怕人家看到我嘛，我要隐藏我的身份，所以就这个样子了，不好意思啊。哼，你怕人家看到你啊？对对对，你这么一闹，你看看。我们全中心的人都看到你了，已经不可能。你看看啊！啊！那怎么办？啊！大家都回去吧，啊，接着吧。你放啊！你不是来兑奖的吗？来，是，可是。稍等一下，看我一下，好吧，下。
现在我就有证据了，我确实把我已经中奖的彩票交给你了啊。我们是正规的机构啊，你怎么这么不相信我们呢？你放心。嗯，啊，好，那你拿去核对一下。昨天就是这张中奖100万。不要激动啊，不要激动，起来。干什么？干什么？哎，别激动，别激动，千万不要激动。我应该做什么？听我说，第一，跟我握手。好吧。第二呢，按照惯例拥抱我，愿意的话可以痛哭啊。不要，你不要太激动啊！我跟你说，哎，万一出点什么意外，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吗？叔叔，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箱子够不够放的100万？这个呢，不是这样的啊！你听我说，真的，要是下面那一层不够放的话，上面这一层还可以。你看一下，哎，真的。我跟你说了，这个呢不是这样的，我们这里呢是啊，好吧。要是箱子不够放的话，我特地改装了这个衣服，里面有暗格的，可以放大概23万7000多块钱都可以了。随便你怎么放吧啊。这样吧，你呢先跟这位小姐去隔壁办一下手续。先生，请跟我这边来。哎，等等，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啊，你这次中奖呢是属于偶然所得，所以要支付20%的税，也就是说，要交20万。全部都取吗？是。对不起，先生。如果您要全部都取，是要预约的。怎么可能啊！你没有钱算什么银行？现在我能拿的钱全部都要，马上就要，快点！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经理，您看，他现在要都取出来。经理啊，那是我的钱呐、啊，全部都是我的钱，快点给我，我全部都要。啊，来来，请跟我过来。啊，先生，对不起啊。像您这样的大宗取款一般是要提前打招呼预约的，更何况是80万，这么多钱怎么的也得分几次取完吧。我冒昧的问一句，你这钱是等着急用呢，还是就想看到它？不好意思啊，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说呀，我了解你现在的心情，如果你不等着还债买房子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大宗消费，我建议把这些钱还是存在我们银行里。如果你的确想看一看那么多钱摆在自己面前是个什么样子的话，我这就叫人把钱拿来让你看看。好，看完以后继续存上，因为那么多钱放在家里很不安全的哦。存起来，存起来，存起来，喘气，喘气，喘气。没事的，先生，这是一种突发起来的反应。这样好吧，你先取10000块钱硬币回去好好看看，一样可以享受，但绝对不会像你这么的反应了。哎，好啊。嗨，哈哈哈哈。出了什么事啊？你们全都在这里啊？哦，这个蛋糕好漂亮。
看起来蛮好吃的。谁生日啊？铁蛋。哎呀，对呀，叔叔就知道你生日嘛。所以呢，叔叔就给你两个铜板去买糖果，好不好啊？生日快乐啊！装着。你装什么装啊？你这么大长，满屋子人为你庆祝，这什么德行啊？像不像男人啊？我不舒服，我去休息一下。这是外财和散财，你不懂吗？这不是外财，这是我命中注定要中的，所以说呢，是我的命哎。好了好了，你们就一人拿一把，善哉善哉，好不好？这么多钱呐！天哪，给我放开！真过分！宝贝儿，你们回来了，终于可以回到家里面喽。看一下。先看你吧，你是2001年出生的，就说，哎，就3-4岁而已喽，嗯啊，多可爱，很可爱。你这样叫，你叫小明好不好？哎，叫爸爸，乖，嗯啊，好的。然后就到你，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叫谁啊？我睡觉了，别装蒜，快给我出来。千万不要出声啊！来，乖。哎，我已经睡觉了，你还来干什么嘛？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少说，赶快出来！哎，我没有穿衣服啊，你不要进来了。哎，睡觉了，睡觉了。拿钱来，一家一半，50万。凭什么？铁蛋帮你买彩票，当然要一家一半了。哎，小姐，你搞清楚好不好？啊，买彩票的钱是我自己出的，彩票是我自己一个人买的，中了奖之后当然是给自己一个人要，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小铁蛋的吃的、用的、玩的，全都是我出的，钱你还没有还给我呢。你给还是不给？不给。你给还是不给？不给。你给我出来！我睡觉了。你有种，在里边给我待一辈子。我愿意。睡觉前别忘了洗澡啊，宝贝儿。我们法庭见，明天就会有律师找你说话。嗯，好吗？明天见，拜拜。
你回去啊！我还没有骂你，你哭什么？哎，叔叔是个坏蛋。我对你那么好，我哪里是坏蛋？你老是跟我对着干，你才是坏蛋呢！干什么啦？哎，我每一次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老是我说什么呢？你就反过来跟我作对，对不对 ？OK， 现在嘛，好，你哭，你哭。张佳怡，你在干嘛？你干嘛弄哭铁蛋？干嘛你？铁蛋乖。哇，你干嘛？是不是中了彩票变得太兴奋了？在墙上还安一个梯子，装宅，什么意思啊？哎。别问了，没有看出来吗？他发了财啦，不想理我们了，想在这边独自开门，是不是啊？是又怎么样？这房东啊，才100万而已，哎，交了税才80万，就把你吓成这样子，你太不像男人了吧？80万算少吗？你去证明给我看一下。你就不是男人。我要叔叔带我去买好吃的。改天吧。铁蛋啊，叔叔很忙，我带你去吃好吗？对不起，顾小姐，听了你的整个叙述，我认为这个案子你打算的把握几乎是零。可是明明理在我们这边，你想，这彩票号码是我们选的。证据呢？你的证据呢？这个案子最关键的点在于买彩票的钱是谁出的。哎，我们可以把彩票钱给他，不就10块钱？你想，这100万，我们可以，要不然每人一半也可以。从法律上讲，你买彩票的时候也没事先声明，是借贷关系。从事实上看，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只能接受现实。至于他愿不愿意分一些给你，那就是道德与人情的范围喽。沙滩有没有看过海洋？都没有，那现在去看好不好？好。
开不开心？要回家了啊！我先去叫车啊。阿姨，哎，我不舒服。你看，怎么了？啊，我这儿。天哪，怎么都是汗？觉得怎么样啊？哪里不舒服？跟我说哪里不舒服？这里不舒服啊？你说，怎么会这样？是不是下大了？刚才哈？新休克，我想请问你们，明明知道他有心脏病，为什么带他去游乐场？心脏病再晚来一些就没命了，太过分了。哎，大夫，对不起，现在该怎么办？这一定要住院做手术啊，否则说不定哪一天又要出意外了。什么时候？多少钱？钱大概五六万吧，时间最快也要半年之后。嗯，你是嫌钱多还是时间慢啊？都有。那没办法了，这是最好的结果。等他情况正常以后，先安排他住院。钱的事儿你们要尽快哦，好吗？大夫，请问你贵姓啊？我姓于，叫我炮就好了。谢谢你救了铁蛋。不用谢我，以后别再他拼命，我就谢谢你了。现在该怎么办？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不是故意的，你不是故意的，铁蛋却病了。告诉你，所有的医药费你要出，还有铁蛋交给你了，你就得管。不过大夫不是说他本来就有心脏病吗？这不能全怪我。你不要再强词夺理了，反正铁蛋是病在你手上的，你就得管。我没有那么多钱。说什么呢？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我来的时候，爸爸说我的病要花好多钱，我们有钱吗？姐姐，我不想死。别胡说，姐姐不会愿意死的，姐姐会想办法。如果你有个好歹，
出了什么事啊，姐姐可怎么办？还有，也对不起我们死去的妈，知道。这两天病房的押金我已经付了。铁蛋，你没事了吧？铁蛋，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带你去玩，你就不会这样。你会生我的气吗？你先回去吧，我看着铁蛋好了。你样子好累。一个人坐在这，其他人呢？你是不是在等我？放心好了，铁蛋现在的情况很稳定。刚刚我喂他吃了点粥，看见他睡了，我才回来的。你不要难过嘛。我知道像你这样好强的女生，心里一定很难受。表面上撑着，可是。你心一定很累，你放心好了，铁蛋这件事我一定会承担的，谁叫我惹出这样的祸。其实谁没有做错过事吗？只要敢承担，敢负责任，那就行了，是吗？你是说我做错什么，还是说你自己？我说，我们都会做错事。我觉得不应该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我们应该对生活有自信。我们不应该。把过去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其实我也很羡慕你，
有铁蛋这么可爱的小孩，而我呢，我一直想要结婚，想要有个家庭，想要有个小孩，可是到现在还是一样也没有。你啰里吧嗦说那么多什么意思啊？我是说我很羡慕你有铁蛋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孩，我很羡慕你可以当妈妈。哎，铁蛋是我弟，他是我弟弟，你满脑子在想什么呀？铁蛋是你弟弟，那么那天来的那个男的他不是你的、他是我爸，我爸爸，他是我妈的丈夫，铁蛋是我弟弟，你明白吗？哦，可是他们说铁蛋是你的，我以为，所以我一直算了，是你铁蛋是你弟啊，对不起，算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的错，也是我不敢去面对，所以你们才会误会。那有什么事你是不敢去面对的？你可以说出来吗？可以，我不是想要八卦你什么，不过我觉得有些事情你可能会觉得很严重，可是说了出来之后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严重。就像我吧，很多时候就是很多时候我就觉得不开心的时候就喜欢叽里呱啦把话说出来，说出来之后你就会觉得舒服多了。你要是不想说的话那就不要说了。可能是我的性格决定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向别人倾诉的习惯，可是正像你说的，我有的时候真的有好大的压力，我真的也好想找人去说说去聊聊。那你可以说给我听。我希望我说了你不要笑我。我不会笑你的，真的。其实我的经历也没有那么复杂。我是老大，叫影帝，我下边还有三个妹妹，分别叫招娣、来娣、盼娣。这情况在农村是很普通的。其实我妈妈也不想生那么多，是我爸非想要一个儿子。我知道这也不能怪我爸，因为在农村如果没有个儿子会被别人歧视。我19岁的时候我妈妈又怀孕了，本来我妈妈都已经不想生了，后来别人看到我妈妈的样子说这次肯定是一个男孩，我爸爸一听就非要我妈妈生下来。我妈妈生产的时候是难产，在家里喊了3天3夜不生下来，当时家里穷没有钱，我妈妈不让送医院，可她后来实在不行的时候还是送去了医院。在路上我妈妈拉着我的手看着我对我说，影帝，如果人真的有下辈子的话，我真希望你不要再做女人，做女人真的是很难，你一定要善待自己，知道吗？第二天妈妈就去世了，唯一留下的就那小铁蛋。我害怕看到他，因为我一看到他我就想起妈妈流了一地的血，
还有那无助眼神看着我，于是我就跑了出来，一边打工一边去补习。后来我考上了大学，然后我就拼命的挣钱攒钱，然后寄钱回家供三个妹妹上学。我真的好害怕，好害怕做女人，也好害怕看到铁蛋儿，心里好不舒服。可是铁蛋这么可爱，你是否应该尝试去接受他？我不是不接受，我是不敢接受，因为只要一看到他，我就会想起我妈妈，我就会想起我妈妈是因为他而去世的。可是铁蛋现在这样子，万一他真的出了什么事，那你妈妈的死就更不值得了。我明白，我到现在才明白。不是的，你一直都明白的，只是你一直转不过来而已，是吗？所以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小铁蛋的病治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我的妈妈。我希望我妈妈能够保护她，既然能够把她生下来，希望她能够快乐。会的，顾妈妈会保佑铁蛋的。为什么我的孤单讲话，我觉得爱是一幅抽象画，我用黑色素描它，回忆可能是蓝的吧，没有人回答。思念的年纪要花多大，他说过我是一个艺术家，像他的脸和头发，是一个难题。等他我梦还是算了吧，我没办法。